把干冰放到宝克瓶里，等于制造出一颗炸弹，你觉得是真还是假？传闻有人把干冰塞进宝克瓶里，没多久宝克瓶就突然爆炸，威力之强让他的手脚都受到严重的伤害。小兵汉少廷找来容量600cc 的宝特瓶，塞入1/3瓶干冰，倒进半瓶的水量，只等瓶盖一锁好，就要逃命，观察会不会爆炸喽。哇哦，这爆炸威力之强，连底下的地砖都整个爆开来了呢。由于气体分子的距离远比固体要大，所以当固体升华成气体时，气体体积会迅速膨胀。同理，当干冰放进完全密闭的容器时，由于干冰不断升华而产生大量气体，就会因为体积瞬间增加，压力越来越大，最后导致容器承受不住而爆炸。